是李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。大家好，我是沙溢。就在昨天，我们特别季刚刚收官，又是陪大家奔跑了一整年。是的，经常有观众说，跑男陪伴了自己整个青春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又何尝不是观众陪伴着我们呢？2024年就要到了，我们会继续奔跑，把更多更美的风景带给大家。会唱的一起来好吗？你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吗？彩虹，简单爱你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花都为你开，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肯定前世希望和大家继续一起奔跑，奔跑吧！2024。哎。